台视频道最温馨欢乐的好戏，家有喜事第二季，家有爱情精彩剧情，秋月询问富康婚后的真实心情。当你的老公真的很不开心。春花得知玉慧前夫回来，竟然语出惊人。你哦，就搬去因家住，负责保护玉慧母仔囝。妈妈支持你。妈，谢谢你。本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，《家有喜事》第二季，《家有爱情》。本节目由 Mayho 香氛机冠名赞助。